我觉得清洁很重要。那我最近也是常除了之前的宣传，然后长时间的拍戏，所以其实我自己皮肤也是最近变得还蛮差的。但是我觉得有做好清洁保养，就会改善非常非常多。那个你今年有发行那个新专辑的计划吗？因为去年的专辑大卖了，今年音乐、其实我也才刚发完多久、半年吧，半年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而已，所以说我最近的时间目前已经排到十月了，所以目前没有时间着手新的专辑，但是已经有慢慢在计划。所以那天公布金曲奖的时候有很紧张的锁定吗？我还好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没有想太多。那我觉得能做音乐对我来讲就是我的梦想，然后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有没有什么入围，我觉得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。应该是朋友比较替你觉得可惜，对不对？有，身边的人反而倒是很紧张，我倒是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专辑，我希望是很多人听到我的作品，那这次有很多人听到我的作品，喜欢我的作品，有很好的成绩，所以我觉得很满足。你妈妈有安慰你之类的？倒还好，我觉得入围很开心，但我觉得毕竟拿奖，做音乐不是为了要拿奖，但我觉得没有入围没关系，反正我会继续努力，然后做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。妮可最近好像也有送给妈妈一首歌。就母亲节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首歌曲也要送给全天下的母亲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透过我的音乐去表达一些平常没办法讲的话。有拍那个一些包饺子的那个片段，可以上传。那其实私底下会做包饺子，或是做菜给妈妈吃吗？或是女朋友？我那一天做饺子，拍摄包饺子的戏，我觉得很疗愈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这一连串，我其实将近目前排到十月，我是这一年都没有休息过。那我觉得我很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来放空，然后我觉得包饺子很疗愈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我那天一口气包了一整盘，对，我还蛮喜欢的。自己本身的厨艺？我不会煮饭，然后我还蛮想学的。那我觉得我会从饺子开始，因为我发现我妈会包的，所以有机会包饺子的话，再请各位媒体朋友们来吃我包的饺子。那自己吃觉得好吃吗？啊？好吃吗？没有吃，那天没有吃啊，只有包而已。对。有没有曾经就是做菜给就是对象吃过？我有做菜给，我有做过蛋糕送给 B 姐，然后做菜倒是没有。我还蛮想要学会怎么样做菜，但是我自己的梦想是开一家麻辣火锅店。那之前第一姐吃到你的蛋糕，它是怎么有什么评价吗？16岁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奶油是我自己打的，然后就是整个是那种，不是说备好料，就是连料都是要自己去做，像奶油是打成那个要自己打成那个奶油，就是奶泡其实还蛮难的，然后没什么味道。那之后想来挑战怎样子？你说什么挑战？什么料理？什么料理啊？我想学甜点啦，因为我自己爱吃甜的，所以说我还蛮希望可以做甜点的。有信心吗？还可以，我觉得我是做什么事情都还会蛮投入的。对，但是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。对。那刚刚打高尔夫的经验还好吗？我其实不是很会打，但是我很喜欢打高尔夫球，因为打高尔夫球下场打的时候，如果打过就知道说，其实那个场地每一关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风景，那我觉得是还蛮放松的。对，我最近对于这种很疗愈的东西还蛮需要的，对，需要放松一下。长官一起就是有点亲密的互动，会不会觉得很害羞？有，我特别说那一趴，就是我们在后台讲说那一趴应该不会有，然后刚刚其实突然有跑出那一趴，觉得还蛮害羞的。第一次跟男生这么近距离接触？对，不是很习惯。应该也还好吧，他只摸你背。没有啦，好玩啊，一个效果。对，然后社长也很有趣，社长自己有很多的梗。对，社长蛮好玩。他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会就是拍这种题材电影，就跟男性面对手是吗？我目前应该接完这一档戏，应该会休息一下，因为我真的最近就是有点过劳，然后我又一直很想要投入我的下一张专辑的一个前置作业，但是目前的时间是就是排到很后面了，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可以。我到前阵子都觉得我其实蛮习惯这种工作的模式，但是我开始觉得我好像需要一点休息。对，在夏天拍戏有没有发生尴尬的事？
目前都还可以，应该就是我变黑很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我以前其实比现在白蛮多的，然后因为每天拍户外的戏，然后又要拿那个就是他们怎么打光会用那个板，所以说我现在变得还蛮黑的，希望可以赶快瘦回来白蛮。刚刚讲到厨艺部分，有没有瓶颈？美白吗？我没有特别美白啦，但是我应该拍完戏之后会白很多。对。那刚刚跟焦哥就是私底下有聊拍戏的状况吗？聊天，我们其实焦哥有主持过我很多很多的活动，所以跟焦哥也认识算是蛮多年了。然后刚刚焦哥自己 cue 那个感觉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对。所以拍戏的时候真的会有压力吗？还好啦，我们都是开玩笑的啦。对啊，就是我们都是非常非常专业，就是戏就是戏。对。厨艺还不错，吃过他拿手菜，印象深刻。没有，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少说请人家到家里去吃饭煮菜。我觉得那个现在连过年都是出门去吃，所以我自己希望，我自己一直很希望可以学煮菜，所以说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甜点的，我看到做甜点。那有机会做给各位吃甜点。还是有吃过鬼鬼的，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